结果盖着什么的，连长，听着不对劲，人是不是都跑光了？营里让我们连守节发起突击，不能再等了。焦团，不，带六个弟兄过去挡挡道，给他们操溜点钢盔。 Thank you.
接受投降。
dangerous! What's it dangerous!加上带伤的，只要没让担架抬走的也算一号，还剩四十六个脑袋，一百一十七减四十六，全连伤亡七十一。把阵亡的单子理清楚了，赶紧报上去，别耽搁了。打一回仗报一回丧，以后你别老让我干预。 就你十几个数，指导员也走了，你不干谁干？国民党这身行头不错，就是打仗送的。 掘墓里一轱辘，装上看合适不合适。人七连缴了三门榴弹炮，两部石螺卡，咱也就领了一个瘸腿小山炮。你让弟兄们都咬咬自己舌头，他还知道疼吗？活着比什么都强，缴他们那么多破铜烂铁管带。在上次战斗中，三营九连打得勇猛，打得顽强。 也遭受了惨重伤亡。本来是要为他们请功的，但就是因为连长谷子地下令枪杀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，还私分哄抢他们的衣服，无视战场纪律，在全团造成了很坏的影响。师首长责令我们，对这一无视战场纪律的恶劣行径，要给予严肃处理。因此，经团党委研究决定。 给予相关责任人严厉处分如下：一、调整现九连建制，谷子地以下四十六人全部转入团预备队，听候处置；二、原九连连长谷子地给予军纪处分，记大过一次，禁闭三天。